他们称圣灵，他们称先知，称先知称圣灵呢，相当佛教里面称菩萨。化身菩萨就是佛，这个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太多了，化身大士就是佛，这个要知道，所以我们对任何宗教，甚至任何的学派，都不能轻视，都要知道，中国传统老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，要肯定，不管他信什么宗教，不管他是什么族群，人心本善，佛告诉我们的自心本觉，本觉就是佛，所以应当要尊重，应当要礼敬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所谓魔鬼，请问魔与鬼有何差别？魔跟鬼不一样，魔是一道，鬼也是一道，在六道里面有鬼道，有没有魔道呢？有，魔比鬼高，魔道是介于欲界跟色界的当中，有人说欲界第六天就是魔天，魔王，可见的他福报大了。这个魔的是他喜欢折磨人，喜欢捉弄人，不能得罪，得罪说报复心很强，就佛经里面讲的阿修罗罗刹都是属于这一类的，那么也有人说是他是在桃花自在天更上一层，在这个初禅下面，那么这是魔王他们住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有差别。魔摄于哪一道众生？他在天呢，那就属于天道；他在人间呢，就属于人道。他在卧轨道呢，就属于轨道，应该是，就像那个阿修罗一样，地狱道没有，这个色界天跟无色界天没有，欲界天有，魔是否也有自己的领土？因为它有分别，它有执着，所以我们知道应当有，没有离开分别执着。这最下面呢是王路同学，他们有11个问题，王路同学提问的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回向才算是不欺骗佛，老法师说要真诚慈悲忏悔心来念回向偈，但因业障故不能真正明了，应该如何发真诚慈悲心？若念回向文时尽量保持一心专注，不令妄想夹杂，是否如法？如法，你就这样念就好。这个真诚慈悲心也不是
一下就发出来的。啊，我们现在是妄想当家，烦恼做主，在烦恼里面有个一分两分的诚意就好啊，慢慢的呢要把我们的诚意从一分两分呢逐渐向上提升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呢是逐渐减少，这个是一般修学正常的现象啊。最重要的是要有进步，锲而不舍啊。那怕的是什么？怕是自己守不住啊，他会退转，那就是真诚清净慈悲心下降，烦恼习气往上升啊，这个现象就不好了啊。但是这种现象很多，我们常常看见啊。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不能一天离开读诵听讲，这个方法有效果啊。我当年学佛跟李老师发心讲经啊，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，烦恼习气太重啊，就是念佛不行，会堕落啊。你是这个静坐也不行啊，所以我就学讲经呢，你要准备啊，你得很认真，你要准备不够充分呢，那你上台就下不了台啊。所以我早年讲经跟大家讲啊，我是做学生的，不是讲经的法师啊，你们也知道啊。下面听众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我的见学，你们呢督促我啊，我不能不用功。我讲的是实话啊，这个人根性不一样，我这种根性就得用这种方法啊，才能真正收到效果啊。每一天没有离开经教啊，天天要读，天天要讲啊，不但是在讲堂里面讲啊，对大众是讲啊，来一个人给我就给一个人讲，来两个人两个人讲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在马路上碰到人的时候，我也给他讲几句啊，机会教育嘛啊，从来没有舍弃啊。所以烦恼啊，哎，年年轻啊，月月轻啊，智慧年年长，月月长啊，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啊，56年呢这样走过来的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请问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辨别一个人修持功夫？如果一个再来人，他视线负面的角色，总让别人造口业，也算是巧妙度化众生的因缘吗？我们老祖宗教我们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没有教我们呢去看别人。啊，你要想怎样辨别哪个人修行有功夫没有功夫，与你自己不相干，你不会有进步啊。应该怎么学习呢？看到别人善行，我想想我有没有，我应当向他学习。看到别人做出负面的呢，想想我有没有，我有的时候要改过啊，不能有他的过失。那么正面